天作之合，言听计从，别有用心，物归原主。你看到什么字了？请作答。每一句成语里面找出一个字凑出来。有没有的有在第三个字。这个提示有的人有帮助，有的人就是还没有灵感啊。漂亮，定宇哥，朱定宇先生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突然想到的。你们知道你们当中第一个写出来是谁吗？神奇的杰克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灵感从哪来？因为我看到盐，然后我就想说盐有什么成语，然后就看，哎，发现就是有在第三个字，那这样答案就很明显了。非常好，言之有物就是答案了吧？请揭晓。就是言之有物，非常好。朱定宇、段慧玲两位已经笃定晋级了。